中在30年前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生弟子，我在这边长大的，因为土石流，那把那个池就变平了，他又建一个永丰国中，在福德街84巷或者福德街上面延伸有一个台北林务遗址。石流浅势的溪流，95年的时候，市政府曾在将311人撤除搬迁。四艘山是一个煤矿的开挖地，有煤坑，有煤矿的沙穴多，地层很不稳。以前整个纺织业做起来也不好的啊。然后我们就不宜仓促的开发，真的我很无助。我希望大家注重这个问题。我喜欢平安，或者。以大家的利益为主，不要一天到晚在恐慌说真的房子是这样的，因为你们看不到，不要说没问题就没问题，要请一些专家来。好，谢谢，我们下面。